啊，所以讲，以前那跨康，如果规模比较大的，会有这个文化，有这个文化，真的。青铜不是市集，青铜不是市集中心，所以伊无找我店。有，真正找我店。哎，你黑车行遐青铜店。哎呀，真正迄无几间啦，真正坐是伫高雄那个水风嘛。水风啊，那个水风嘛。你拢排起来拢是啊，拢是归家乡。是經過這裡沒有，因为安怎呢？这是阮高雄的人，阮妈妈讲给我听的啦。伊安怎？他有的朋友吼，因翁是咧乌啥，乌金康的啦。啊，若出代志吼，安怎呢？无法度通我养一个家，对不对？吼，啊有囡仔嘛，啊翁佫无伫啊，要安怎呢？伊走去倒，走去厦门街，厦门街有两间地点啊，伊去遐怎样？去遐。不是，用皮肉去养一个家，啊！每次我去，我跟着我妈妈，很喜欢跟着我妈妈嘛，吼！啊，我妈妈说阿比亚，你要来找阿姨不？哦，我第一次就嗯，好啊，好胜啊，我就去。啊，奇怪，啊那我就住厦门街嘛，啊奇怪，阿姨那里边啊巷啊，你啊落小混呐，落讲这阿姨引导。人家阿姨扛做工过所在，好奇怪，那规间暗暝懵啦，原来就是安怎地点啊啦，啊就入去啦，啊入去吼，两个真欢喜。我妈妈跟她的这些以前的同伴吼，囡仔伴啊真欢喜，两个就摸的，啊欢喜，讲五分钟尔，两个就哭出来，咱要哭，吼，哭一摆安尼，第二摆也安尼。我阿母，我你若要找阿姨，我袂去。